就想到以前自然卷在这边表演的时候，大家在排队的那个景况，然后还有厕所里面，就是一些很熟悉的路线。刚刚看到柯志棠在台上唱歌，就有一种就是哇，好棒哦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有就是这么多，他第一次在女巫店表演，就这么多的人来看他。我那个时候可能都还没有那么多哎。这次来看，然后也要谢谢旭章，我觉得他编曲都编得很棒，还要谢谢林一奇奏一下，然后也要谢谢建奇老师，然后让你有一个就是这么好的机会。其实今天有点像母姐会，因为我跟你们说柯志棠很奇怪，因为他妈妈很想要来，然后但是他不准他妈妈来，所以就只好姐姐来，就是一个母姐会。然后我的堂妹也有来，对啊，所以今天有来的人真的就是见证一个历史的一刻。对，你现在还有紧张吗？还好、啊、一点点。你们觉得今天柯志棠穿得帅不帅？帅。谁讲这件衣服是建奇老师的外套？上面很好听，可是我觉得他需要更多情感。对，所以需要你快点谈恋爱，还是要相信爱情啊。你说什么？想谈恋爱想很久？哦，听到了是、嗯、好，我们要一起唱这首歌。这首歌不是新歌，是一首旧歌，可是我觉得很适合在今天这个场合唱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这首歌叫做《泡泡》。什么找不到，我再也不能
在这里等你的。